我叫蒋诗萌，今年29岁。正如你们所看到的，我堪称完美。我呢，有车有房，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但是就是缺少一个男朋友，所以我已经拜托婚介公司帮我安排相亲的对象。第一个估计马上就到了，我们的暗号是一人戴个白手套。你好，你好，等一下，三二一，吉时已到，可以握手了。啊，你好，请坐。哎，我做个自我介绍啊。不必了。你叫蒋诗萌，今年29岁，是一名女博士，父母是银行职员，你开的是一辆沃尔沃 S60。哇，你怎么都知道？全是你算出来的？介绍人说的。那个老天爷爷呀，都是介绍人说的。不过倒是挺可爱的，而且特别细心，把我的资料全都背下来了，我觉得可以再深入接触一下。你就是捕鲸吧？哎，太片面。我昨天叫捕鲸，因为我命里缺金，但今天不一样。哦，今天天气干燥，我缺水，所以我刚改名叫补水。好清爽，好清爽。哎呀，没想到名字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你说对了，名字的学问很大。第一次见面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这样吧，我送你一个名字。名字？我的名字有什么不好吗？不好，蒋诗萌。嗯，草字头下面一个日月明。嗯，日月在天，草木在地，你颠倒了天地怎么能行呢？哇，有道理有道理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呀？我想一想啊。嗯，你叫蒋诗壮。啥？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虽然适合你，但你毕竟是个女孩。哈哈，你叫蒋诗憨。啊，不好不好，显着智商太低。你叫蒋诗大。大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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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啊，你就叫李铁刚。你咋还把我姓给改了呢？你想错了，不是那个木子李，是里外的李。哪个李也不行啊，这人是不是有毛病？一上来就给我改名，哼。你命里缺水，我就帮你补补水。哎，突然感觉自己不缺水了。我该想下一个名字了啊。哎，想想啊。哎，顾先生，哎，我觉得吧，我们两个不太合适，要不然就这样吧。就是说你拒绝了我。啊，对。好吧，这就是命运，我们谁都违抗不了命运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记住你的新名字，李铁刚。再会。你赶紧走。